等一下，我再喜欢我都可以不要了。老板娘，你这两个打个卖价嘛，实在一点嘛。给2500，给2500肯定看不了2500，这个它太扁了。对，有一点扁。形状好，就是这一个好一点，可以吗？我自己带的。2000，开个单。这两个是前两天给的，2500问过了，他说还有距离，2500不知道怎么帮你问。太小了，它太迷你了。卖嘛，反正我给你老朋友了，是不是？可以不？没意思，这种小东西拿回去还要花重金去镶嵌，一镶下来一个就好几千了，好吗？再加100，2300，问一下，你不要说说我很喜欢，我就那个，我等一下我再喜欢我都可以不要了，可以吧？可以就装起来了。哎呀，我替他决定了，我知道可以了，我把它装起来了。姐姐，他说还不行。2400。商量一下哈，那还是有机会的，只要有结果。那我再装回去，如果再让我拆出来，我就真不要了。哦，就等着他同意说卖。我也问了，这里了。好，可以不？可以就拿咯。好了，卖了哈。好，来支付宝。像这种传统的弥勒佛呢，它的设计也可以很现代化的，但是呢，它一直在咱们心目中的形象都是比较吉祥神圣的，所以呢，为了不破坏它的形象呢，这次的设计构思呢，还是要偏传统一点的主题来做的。它比较小，比较精致，所以呢，打算把它做成一枚女戒，它非常合适。像这一个的话，它的色是很均匀的，设计了一个主题为花开见佛。戒指的台面呢是以佛宫为中心的，周围延伸出几瓣莲花的花瓣，然后像是生长开的样子。那已经是做好了，由于不知道最后这个花落谁家，所以呢这个圈口就做了一个13号的圈口，到时候呢大小都可以重新改的。这个莲花呢采用了 K 金色做出来的，非常有意思，特别彰显吉祥寓意。花瓣采用拉丝的效果，整体呢看起来哑光和亮光结合，层次感呢也是非常到位的。那么花瓣内部的细节呢也是做得很到位的，它里面呢像碗底一样呢是凹进去的，那么立体感很强。再来看一下上手吧，怎么样，这个上手是不是特别的贵气？